点击订阅关注我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或者收藏哦。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王昭君全图二技能 bug，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敌我方的野区，还有这个明世隐，还有敌方的野区都是没有冰冻的。然后现在放一下二技能，大家可以看到敌方的野区包括敌方的兵线这些全部都被冰冻了，包括这个明世隐，然后现在是基本上都解冻了。现在我们再来释放一次，大家仔细看地图，我是在泉水的，然后这个明世隐又被冻住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出泉水来测试一下这些是否是真的冰冻。我们现在站在三个野怪的中间来释放一下二技能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又是全部的冰冻了。然后放一技能的话也确实有冰冻的加成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敌方的野怪。